我第一次就是见菲儿，那是很多很多年前在舞台一台大晚会上跳舞。哦，对对对。但是真没有想到，就是他作为一个演员，跳舞能够跳到，对呀，都惊艳了一下，真的。菲儿，别闹，你给我戴眼帽。跳舞，真的是，好多朋友们在家里看电视都碎了，哇，太棒了！你少来，电视都炸了，电视都炸了，少来，我都不敢相信自个儿抽自个儿大嘴巴看你节目。少来，太棒了，真的吗？不至于，不至于。哎，你平常跳舞是不是也很消耗？因为特别跳舞是消耗的，一定消耗的。因为你看他们跳完舞之后，满头都大汗，对，头发都往下都滴汗，对，挺辛苦的。是练的哪个舞种啊？街舞啊，街舞。来，音乐 music 好了，你街舞，我们有王一博，音乐。就减肥啊！其实我觉得我应该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跳那个舞。为什么？就是大家会，可能如果不解释，大家会不清楚。哎呦，为什么呢？当然，我跳的其实很简单的动作，在舞蹈里面，但是它动作幅度很大。就得动，全身上下每一个东西都尽量的展开就对了啊！嚯！您这抡圆了，乾坤大挪移，哇塞！哇！往外顶！哎呦！小心！哎呦，我这毛长都差点甩出去了。哎，这得飞到那儿去了。这跟之前那怎么长也差不多哈，就感觉伸出去怎么着啊？就是。哎，刚才说到拉伸，哎，那个对身体也好。现在好多人练瑜伽嘛，空中瑜伽。对，接下来我们有个瑜伽大师，他的名字叫做王楚涵。